全球玩家引起期盼的《斗阵特工捍卫者》战斗营第一手消息来喽！这次台湾暴雪斥资千万，以黑白黄三种游戏色调，将台大体育馆改造成科技新潮的《斗阵特工》科幻战斗营，并同步还原了动画中的捍卫者博物馆。21名英雄的足迹将会散布到整个战斗营的各个角落。此外，暴雪也安排了歌手袁咏琳及包含老皮、天菜娘娘等12位重量级实况主，让玩家能在展览期间有机会与他们近距离接触。除了有名人实况屋、游戏情境区、互动体验区及变身造型馆等超值互动区域之外，现场也放上108台《斗阵特工》试玩游戏供玩家们体验，还有机会上台与实况主们 PK 作战，以及超值限量贩售区等等。《斗阵特工：捍卫者》战斗营是2016年全亚洲第一场的大型试玩活动，将会在2月27日起到2月29日免费入场。每日的前200名玩家还可获得独家限量早鸟礼，喜爱《斗阵特工》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喽！